下一站这里。一个月前，三个就是在这家店吃了一个上火皮蛋瘦肉粥，108块钱。狗都会有，哎呀，狗屎！哪儿？我今天早晨，我也不知道从几点开始，我从波士顿到香港飞了15个小时，然后从香港到马里奥又飞了5个小时，然后现在又坐了1个多小时车，现在终于可以感受一下久违的夏天。水温也没有这个温度。哎呀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。好，两个人轻轻的转一下，来了一个人要帮忙。哎，对对对，下去。哎，好好好，轻轻的转一下眼球的。哎，好的，好了，这个气泡挤出去。好，来。You fill up my senses like a night in the forest, like the mountains in springtime, like a walk in the rain, like a storm in the desert, like a sleepy blue ocean.Fill up my senses, come fill me again. 乌布市场。我们今天来了那个乌布皇，就是乌布皇宫。然后它旁边，有一个小商品批发市场。好好。就是那种卖纪念品的一条街。叫乌布开乌布市场。嗯。给交回去。刚才他们看到一个饰品店。啊。哦，冰淇淋。哦。Gelato。好，吃一个。Hello。柠檬味儿。哎，非常好看。有多好看？你能找见张熙元？那哪一张熙元？找不见了。这样看到吗？哦，真好看嘞！太好看了，你拍拍去，你拍一张去，我给你拍一张，杨裤子你要拍一张。你能干个啥？这也要说？说啥都是。我都有点看不下去了。好了，好看，真好。真挺好看，又挺好看的。挺好看的，咱能不能把脚拍上了？对啊，你们拍照为啥都要拍全身？不是不是，为啥的脚？他太高，拍的全身就直接。就一张照片上只有我一个人，你拿住，那我俩拍一张啊。现在在那个乌布皇宫，汤脚吗？汤脚，
然后杠精本杠给呵呵两位女士加个那啥吧，加个滤镜，加个兔耳朵。但这个是广角。哇哦，看一下那个人，哇哦，哇哦，不是，怎么了？起来，这样的板是这样，你走到前面，然后你看见浪过来，然后掉过头来站住就行了。哎，起来，跳！我操！又来。这位不服输的男人，现在还是不要请教练。在 YouTube 上自学抽了。YouTube 有什么有用的知识？我们一会儿看一下他自学 YouTube 自学 surfing 之后的成果。这位不服输的男人又下去了，看他这次的表现有没有在学了 YouTube 之后变得更好一些呢？他无奈地摇了摇头，他说他是硬着头皮在上，我不要再往下走了吧。让我们拭目以待。哇，有个直升机。Few moments later. Hello, 大家好，我们两个像残废一样，然后在库坦海边，然后滑滑冲浪，然后哇，天哪，就简直没有。传说这里是初学者的天堂。然后结果浪大到根本出不去，根本出不去哦，根本进不到海里面。更不用说掉过来，然后站上滑那个冲浪板上。跪都跪不上去了，就是被浪裹挟着，然后跟着浪一起上，被拍上来，拍死在沙滩上，拍在了岸上。对，我。然后我本来要不要拍那个板儿？这个海滩还是超美的。然后这个绿颜色的是，本来我们要对这个板儿冲的，然后我实在是抱不住这个板儿，然后就换成这个简单的。然后这个不服输的男人，这位不服输的男人。我去找个教练带他学一下吧，他说他不，为啥？我没有体力了，没有体力。一会儿我们给你表演一下怎么样被浪拍在沙滩上，一会儿见。A few moments later. 闪着脚要摔死在沙滩上。洗个澡，然后觉得兜里边补补的，一兜沙子，都沙子，而且是这种被这个滤网滤过的，就是这种粗沙子，细沙子都飙出去了。对，然后这个兜更多。找了一个没有铁丝网的地方，给大家拍一下。印度洋不太友好的海浪。今天早上拍打着我们，就把我们拍打在反反复复拍打在沙滩上。情人崖，不知道这个情人崖对于情侣来说到底好不好，是要跳崖还是咋？天涯海角。天涯不是悬崖。是黑色。
那是天涯地角。Look at it, man. Wow, so beautiful.今天早上真的是见证了海洋的力量了。对，就是大自然的力量，你真的是无法与之相抗争。对，即使我再健壮再不服输，还是被大海安排的明明白白的。所以我就讲究一个问题，所有的运动都讲究一个技巧以及人物合一。比如你跟这个 surfing board， 你就要人板合一才能有这种。对，我滑雪我练了好几次我才学会了。嗯， surfing board 我要先到 YouTube 上看视频，然后再慢慢体会，可能要在陆地上我要练习怎么一下跪起来，不是怎么一下从坐在板上一下就。你要在那个。嗯。这个是，就是我们在就是印尼，看到的每家每户门口都会放的那种小的那种祭坛一样的。然后问司机说，一天要拜三次，对，早中晚三次，拜三份这个东西，然后每天对祭品，基本上每一个商户门口，然后都会大门口的地上中间都会摆这样的贡品，应该是祭祀用品。对，这是印度教的传统，有棒棒糖，还有一些花。就看到猴子以后，我老婆就开始包紧他的亚麻包，估计挺扎人的。超狮子了，看，超狮子。哦，继续，好可爱，打扰了，我们走了。我们俩带着张旭儿和杨坤留给我们的帽子，然后去神鹰广场。对，本来人家要扔的，就被我俩捡回来了。本来他们俩还想给我们俩一人留双拖鞋，我们觉得实在是太浪费了，让他们带回家了。一直朝我这边偏，只要能看见我的脸，跟着我的脸走了。你把那个人脸跟随关掉呀。不，哇，就要跟随你的脸了。哦。OK， 我们现在就要去喽。现在4:20了，因为我们8:30的飞机。因为我们有点实在来不及了，所以坐的那个沙头，不然我们应该会走吧。这个。声音哇，还真是好大呀！我老婆在回新加坡的飞机上玩这个愤怒的小鸟，这关玩不过去，不高兴，要跟着飞机坐到阿姆斯特丹了。Perfect landing。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。Okay. But I'm almost there.